冬眠神器，网购法兰绒寝具入冬销量飙。冬天要干嘛？当然是睡觉啊！天气一凉，寝具买气就跟着上升。近两周，乐天市场寝具业绩已经激增60%。人气店家祥仔居家表示，入秋后寝室用品最受欢迎的材质是以下三种。采买寝具的族群以女性消费者为主，不同年龄层也有各自偏好。俯瞰动新闻，挑寝具也能看出年龄啊！报道。